好，这个视频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另两条狗，这两条是一样的品种，都是格力，这是同一窝的狗，你看，一个毛比较亮，那一个毛就比较炸，然后这两个人养的，这个在我这养，那另一只以前在同学那养，它然后呢？不想喂了，我就把它弄回来了。所以这喂养很关键，然后要给它打虫，还有没给它买打虫药呢。当时那个狗比这个狗都大，然后现在都一样大了。这一个是母狗，然后那一个是公狗，然后它不喂了就没有舍得给别人。然后过两天给它买上打虫药。身上可能会好一点，来，过来，来，这两个狗都是在另一个同学家他那抱回来的，那一窝狗只生了四个，弄走了俩，过来，来，来，然后这边一个，就这一个。比较害怕出去，拉着出去遛它都不出去。然后那一个可以，但是最近下雨天也没有出去，把它们放出去遛遛，也没地方跑，所以就一直在家拴着。你在家也不敢放，有鸡呀、鸭的，这种狗比较喜欢咬，然后吃鸡，把鸡拉过来。就拉着个大狗跟前，大狗了，在这刚才拍过了，他们三个的窝，这个朝着，然后那一个，那个是提前搭的，这后面两个是刚搭没多久，开始这个狗是没有窝的，跟那大狗在一起，长大了就把它们分开了，看，总共我们家有。三条狗，那窝狗的盆儿，一个人一个狗一个，然后那个要生了之后，我想再留一条，好了，那下次把它们拿到第六的时候，再拍个视频给大家看看。好了。